มองดูป่ะ这个不是去年遇到那一颗吗？很大颗那一颗猫鱼螺色变的那一颗，真假？对啊对啊，是去年那一颗吗？一年才长这么一点点，它长得很慢，哈哈，去年遇到的，啊，好久不见了，来，把它放下去。这边，好，拜拜。这有点难猜，有点像晚霞，可是又很热。因为它都是杂质，看不出来。哇，那壳表的那个很热是还蛮明显的。应该是这边吧，王子岩的王，金口，还蛮干净的，壳上没什么杂质。这边，是绿彩吧？绿彩中毒。没事，小小一个。东西，对，东西用不着。
桑葚吧，对，桑葚跟碧螺。可这样都杂质。在这边，这一个。好像是那种都是三五之类的。在这边吧。这是活壳哎，为什么要把它重新带来？哎，又对了，小小一颗。啊，对，是活壳没错。哪一种？你像飞丝，飞丝三文鱼。今天晒了一天，那视频就到这边，拜拜。